看到人家一家人出来玩，真好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爸妈就都过世了，我是一个人长大的，所以每次看到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出来开开心心的，都会觉得很羡慕。 我每次在素食店看到一家人一起吃的汉堡还有炸鸡，我也好羡慕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都是没有家的，甚至连我自己父母亲是谁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 3年前的圣诞节，你在另外一家素食店打工。那个晚上发生了一个抢案。记得，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的上娘，有让一个卑微的人第一次感受到，在这个世界上。 每个人都有活得更好的权利，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开始改变那个人的一生。不如这样子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来当我的家人，我也来当你的家人，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吃热狗，吃炸鸡。 再也不用羡慕其他人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人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讨人厌。
所以我就说嘛，跟我交朋友绝对不会浪费你的时间。如果是一家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谁都不可以先离开。